来来，我访问一下，来来，访问一下小小朋友。我问你啊，你每天有没有练琴？有啊。那老师有没有把它圈起来说，那个地方要练多少？六次。你们每天练六次，有没有效果？有啊，有啊，对不对？跳出来练六次，然后就节省时间，是不是？嗯，好棒，好棒，好，谢谢。好，再来，我们接下来呢是18号的余桥，我们带来的这首作品很好玩哦，要踩踏板，然后是雪花世界，雪花嘛，就是会飞散的雪花。嗯，好，来，我们欢迎余桥。